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呢是5月一号和两位小伙伴一起从成都出发，来到咱们广元昭化古城来游玩。我们发现，在那个牛头山上的山水太极图这样一个观景点的观景台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点。它朝向东方，将镜头稍微往南偏转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将江水和天上的星空一起收拢到镜头里面。